哇哇！在档口买了糖饼，然后去库里吃。就是想要买他们家的糖饼，拿了无数次。今天我有了新欢，看看这红彤彤的剁椒鱼头，它还配了豆腐和面，还有芋头、鱼脑，这可是精华。它很滑，就是那种滑到嘴里的，但是它有点弹弹的口感，像那种鱼下巴的肉啊，特别的嫩。鱼他们家的糖饼，你就说这个麻酱绝不绝吧。